学折纸艺术，动手又动脑。你好，我是折纸王子，欢迎来到我的博客。今天我们来折一只鲤鱼。首先找一张正方形的纸，把两个角对折，然后展开，把两侧的边折向这条折痕。然后把这边两侧的边折向这条折痕。然后把里面的角抻出来，把两侧的纸向中间压，使它形成一个尖角。把这个尖角折向右侧，这边也一样。然后翻到背面，把这个角往里折。然后沿这条线把它对折，把这个小角向左翻折一下，然后背面也一样。把这角向右上方折一下，然后按照折痕把它翻折到上面。这样一只鲤鱼就完成了。好，看了这个视频，你有什么样的疑问或建议，或者是你想学什么样的折纸，欢迎到我的博客来留言。网址是 www.折纸艺术.com， 你也可以百度搜索折纸王子博客，找到我们的网站，欢迎你来留言。